暑假就要實施要點，應該從多學界開始，小學校取消所有抄寫類。
所以，香港青少年協會督察主任徐小曼指出，佢話暑假時學生。
做到有方面嘅咯，所以我唔明白點解有方要反對。
兩個位一方其實都清楚以前嘅本地教育嘅方向有問題，需要改變嘅。但係有方咧就有以下幾個擔憂，你主管亦都講到啦，佢哋就驚佢哋就係要取消嗰個抄寫作業改為自主發展，其實佢嘅立場咧同我哋係一樣嘅，但係咧佢哋對於嗰個取消嘅定義咧就係唔理解嘅。嗱，根據2015年台北市教育局佢嘅法律條文就清楚指出係廢除暑期作業，所以就連教育局佢都話呢一個暑期作業唔係功課，係嗰個課外活動嘅話，咁點解有方可以憑自己呢四個中學生嘅理解能力去抵抗呢個法律條文咧？我就唔理解嘅，先有方出嚟回答一口嘅問題啦，然後。以英華嗰個小學探險為主題，令到學生自己安排暑假或資料。阿研友方咧，佢第二個點就係話違反，即係嗰個暑假嘅原意咧，就係唔係唔學，係屋企學習。咁但係如果佢學嘅咧唔係學業性嘅嘢，係學音樂性嘅嘢咧，因為我方係主張自主發展啊嘛，佢一定要學習。學業上嘅嘢㗎，佢個學音樂嘅嘢係咪又唔一樣咧？跟住社會風氣嘅問題啦，有方其實佢咧就唔清楚社會風氣嘅問題。而我哋呢個暑假咧就係攞可以咧俾到我哋嘅自主發展係想令到咧啲同我哋係諗住透過學校嘅。取消暑期作業，帶俾一個社會聽，我哋係要改變呢個社會風氣。所以如果有方係以我呢個社會風氣嘅，咁然後所以喺呢個短短呢幾個月時間咧，如果都照樣係俾嗰啲改革性嘅功課俾同學做，但係呢啲改革性嘅功課咧。有可能我唔中意啊嘛，而我哋嘅自主發展咧，係俾同學去揀自己中意嘅內容去做。就好似如果同學做自己中意做嘅嘢，係開心啲，定係俾老師逼佢做自己唔中意嘅嘢開心啲咧？有方都清楚嘅。而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10年前嘅研究就話，長假期嘅自由研究係對學生有具有嘅重要價值。喺老師嘅指導之下，學生喺構思題目、計劃同整理嘅結果，都係培養學生嘅學習能力嘅重要過程。而呢啲結果，正正都係現今社會最需要、最重要嘅部分。最想問有方，社會上過分追求操練嘅風氣，政府到底有冇需要改變呢？都謝各位。最創意性的暑期作業，能夠有效培養學生唔同能力，咁關有。
事業進取，每天高少學位啦。校方改變咗暑期作業模式後，依然會是開放式探究作業作暑期作業。所以問翻有方，開放式研究作業同樣係由老師派發，以學習為目的嘅任務，點解唔係作業呢？在座各位有方眼中嘅暑期作業就十惡不赦，增加學生壓力，但事實係有更多學校用心設計暑期作業，為學生著發展著想。例如香港度假聯合會圓圓學院石圍國小學三年前設計出上創意嘅心智暑期作業，針對運動員獨設嘅科學同個人範疇有興趣嘅學生發揮所長。所以想問翻有方唔同學，以上例子證明咗暑期作業好處有咩必要取消？多謝各位。所以同時兼顧到休息同埋學習，有冇反對佢㗎？係咪覺得學生唔需要培養？
有你哋做自己自主學習同埋研究，唔使發展票去出場咧。咁同你講啦，其實唔使強制，可以用鼓勵形式去做自主學習。但係今日鼓勵會唔會用咧？亦都冇解釋過成效。意思到今日香港好多小學生都好被動嘅，有冇人覺得呢啲被動小學生要自己去做自主學習咧？在各位嚟到現負位置，不妨喺策略方面比較取消同埋改革作兩個方案。嘅方法鼓勵自主學習，呢個係最有利學生發展嘅方案。先講方面，又幫你全場學開通嘅話，但係學驚心嘅就係學生究竟真係做唔做到嘅成效啊嘛。學方處變一副盤問多問咗又多，學生自主能力學習重唔重要？當時都知道重要啊。但點解仲要強制呢？現況下唔少學校都重視自主學習，連處理功課嘅，我都覺得異常矛公公做錯嘅話，係翻入方啦。今日香港中學文憑試將門三取消咗，有方會即係改成門三取消咗改革中文科，有方會唔覺得佢哋係取消個中文科啊？有方見到都覺得即係同我方講啦，話今日原來係取消全本作業，等換個字眼講咩就係改革咯。所以成日都同我哋諗成一樣，只不過係對於取消同改革呢兩個字眼嘅問題。我方講今日係我哋中學嘅中學生嘅角度去睇，今日我方可以答你唔係。今日我方係以前面嘅理解，今日我方係以唔同香港學校嘅理解。我方今日講台北市，等緊台北市你都識讀啦，係廢除傳統作業，咁係咪等於廢除傳統作業咧？所以我方解釋唔到係咪真係廢除咗傳統作業。所以總括今日有方嘅理處，我方都判斷得到，但有方嘅弊處就係成效同問題，有方自己都知道啦。所以今日必然係我方嘅方案更加有利，必然係有方嘅方案成效更低。所以總括我方方案一定比有方方案更加好。多謝各位。定義就係由老師派發，而且係統一性嘅嘢。而我方嘅
型自主咧，係由學生自己決定做啲咩，而唔係統一做，即係唔係死板做同一樣嘢。係啊，有同學仔都識講啦，就話係我學生嘅興趣，咁啊都同我方所講嘅，我學生興趣咪一模一樣咯，所以咁同有方同學所講嘅嘢，其實根本就唔成立咯。但係啱啱有方同學嘅議會已經講咗取消，咪就係改革咯，咁係咪咩意思啊？有冇今日取消？今日取消？有冇我哋幾時講？有冇我今日主編講？咪議會同我哋講話，今日取消全面就業，咁換個字眼咪就係改革咯，呢個全面就業咯。但係有方同學話取消就係改革喎，係啦，我方嗌取消係取消緊以往嗰啲全開工課，唔係講緊而家呢啲工課有方同學。咁你係咪同意要取消呢啲傳統型功課先？係啊，取消傳統型功課，改為以前嘅新型功課咯，一樣都係有功課喎。我唔明白點解呢個就等於冇功課。啱咪都係取消咗先有功課。所以我同學真係成年咗，其實改變個作業模式已經解決咗問題咯。咁我哋總之就有功課已經證明咗變態，因為我哋今日只係所講嘅係取消，但冇話取消邊一類嘅功課。係啊，有功課咧話要取消假期功課，但我方講緊嘅假期功課係將假期功課改革，然後用一個新型式有一個新嘅假期功課。我方唔明白點解有方咧？有方咧，啱先咧係由主辯啊，去到議會一直同我哋講話台灣例子，係啦，就算我哋真係讀錯咗，真係聽錯咗，理解錯咗，咁請問，就算我哋而家講緊嘅唔係台灣，係本港小學啊嘛，咁請問有方講緊，咁請問有方講緊係台灣例子，就算真係咁樣嘅話，咁我哋設為教育功課有啲咩好處啊？有方同學係咪認為自己嘅理念可以挑戰呢個官方同埋其他權威咧？已經係法律條文表明咗呢個作業嘅定義，佢係宣告咗暑期作業，但係佢係廢除咗暑期作業，但係佢後面係推行咗自主學習計劃，證明佢唔係暑期作業。不如我自己生一個風口水先啦，一時又話俾你知台北市廢除咗，一時又話俾你知我傳統嘅改革嘅功課都係一個功課嚟到，自己解釋翻咁究竟乜嘢先係你哋所講嘅功課啦？你一直都講緊台北市係廢除咗暑期作業。之後佢哋推行咗自主學習計劃，所以你話自主學習計劃唔係作業咯？咁啊，你可唔可以答下葉副長問嘅問題？今日其他學校嘅做錯，啲學校都視呢啲改革嘅功課視為呢個暑期作業，喺學校做錯，同埋今日事件解釋都話作業係咁嘅意思啊？我同埋係咪呢啲都做錯曬？我冇講佢哋做錯，我淨係講浸會大學都講係長假期冇功課，佢哋都推出咗自主學習形式嘅，咁呢啲係咪就咁呢啲呢個名都叫做自主？都叫做長假期冇功課，咁點解你哋仲算係做功課呢？你話我只識講浸會大學嘅，但我今日討論嘅持份者係小學生喎。今日我哋所講嘅改革功課已經講得好清楚，話俾你知係我自己興趣，有冇自己認咗。所以今日改革已經解決咗問題嘅時候，點解仲要取消功課？有方同學講緊係浸會大學長假期冇功課計劃係有小學參與嘅喎。有冇同學可唔可以答下成效問題先？我方嘅一開始問到你而家點答？你方嘅方案係咪成效會低啲？當我哋幫完嘅嗰陣，而家我哋仲有成效嗰陣問題咧？有冇同學，我方都同你講咗最後一次，我方係強制小學生自己做，但係你方今日鼓勵小學生咁被動，係咪真係做到嘢咧？其實有方同學，我哋而家都我哋雙方都唔可以解決到小學生係會正方市鎮用晚方時間上完13秒，我自由派出。係啦，所以總結我哋嘅成場，有方同學咧同我哋分歧就係有冇強制功課，跟住咧就同我哋玩台灣例子。所以我哋而家講緊嘅唔係台灣應唔應該取消暑期功課，係香港啊嘛。所以咧，凡請有方咧係跟住嚟辯或者同我哋解釋，究竟點解本港？Thank you.
先由反方變嚟變，你有四分鐘嘅時間。
今日我哋雙方都希望香港學生好，但係深知要對香港學生好，就一定唔係作出改變。講到底，有方同學只不過係擔心點樣做先係最好啫嘛。今日啦，有方同學就話啦，其實自願學習都算係一種功課嚟嘅喎，我哋只不過係不斷嘅啫嘛。但係當今日你有方同學佢哋出到嚟啦，佢就同我講：，喂，我哋假期，我哋暑假我要減壓喎，但係點解仲要強迫性一樣嘅自主學習嘅功課俾我哋咧？係咪先？再者，我方所今日所講嘅係我哋嘅呢一份嘅嘢咧，就唔係叫做作業，係叫做自主學習嘅探究型嘅活動，係一種自主學習嘅形式。其實我雙方我哋講嘅嘢咧係一樣嘅，而且咧喺台北市咧喺2015年咧就已經講咗啦。我哋今日廢除嘅係寒暑假作業，要學生自己去安排自己嘅暑假。如果係依台灣嘅方案，學生可以自己安排自己嘅暑假都唔算係取消嘅話，咁點解佢哋要用廢除呢兩個字眼咧？而且今日有方同學出嚟就同我哋講啦，哦，原來我哋係用一個詞典，一個字典再用一個大學嘅權威去挑戰我哋台北市嘅法律條文，係咪覺得好可笑咧？我哋嘅作業，我哋嘅一啲嘅活動係有主題，但係方式不限。咁點解佢係冇一個強迫性嘅一個性質喺度嗰陣，點解佢仲會叫做係作業咧？如果按照有方同學嘅邏輯咧，咁即係話今日哦，老師叫我飲水，我就係作業。老師我去完行之後，我影張相，佢又算係作業。如果我唔飲水，如果話我唔飲水嘅，咁係咪真係當我係欠交功課咧？大家不如試睇下啦，其他地方例如話台灣、日本甚至歐洲，一開始佢就煩，佢哋話取消暑期作業嘅時候，係咪一啲反對聲音都冇咧？其實唔係嘅喎，佢哋都係通過不斷咁完善話俾個社會知，其實真係唔使叫小朋友一路咁緊。老師又不斷咁思考，到底點樣先可以俾到啲指引學生，佢哋先可以做到一個好嘅效果出嚟。學生喺過去俾人安排學習點樣去安排。到最後，佢哋識得，佢哋學會咗點樣安排時間、安排自己。當今日香港仲考慮緊係依照呢個紅色推廣學校執，單單係兩個月之前，就台灣咧就已經有超過200間嘅中小學會參與。當全世界都做到嘅時候，做得好嘅時候，咁點解仲會有後由方同埋口中嘅呢個問題發生咧？哪怕係日本啊，佢職場壓力咁大，佢哋都肯放過啲小學生，還翻佢哋一個可以自由發展體驗嘅暑假，乃至係成個童年俾佢哋。咁點解香港又做唔到咧？我哋有資源、有時間、有參考嘅對象，人哋做到，香港嘅學校、老師、同學都一樣做到。大家都係小學生，人哋咧就係多元發展，咁我哋咧只不過係睇住佢哋多元發展，求學不是求分數。喺2007就開始宣傳，嗰陣時我哋都未出世。但係咁多位嘅評判，咁多位嘅成人，你哋有冇個期望，有冇失望？嗱嚇，今日我哋係參考咗台灣，可能下一個暑期嘅時候，我哋依然會見到香港嘅小學生做住好多阿媽俾嘅作業，一樣都係要補習，一樣都係好繁忙。但係個分別係。學校政府已經表明立場，同大家講，原來我哋可以自己安排個暑假，可以嘗試下一種新嘅技能。學校點樣安排自己嘅生活，社會先知道，仲會有改變。口號只不過係大聲講，唔會成真。佢哋需要嘅係克服困難，確切地轉變。今日求學不是求分數，學生自己有分數。Thank you.
就打得比較陣啦，因為時間好緊。如果內容入面咧，其實就正方方地諗緊嗰樣嘢，好近好近嘅。咁唯一個爭拗點咧，就在於一大家唔同嗰個方案，二就係究竟今日如果大家覺得嗰樣嘢嘅時候，究竟嗰樣嘢叫做取消定係唔係取消？咁我唔知呢個大家有冇講到認識到嘅，咁今日就問翻啦。我自己咧就覺得定不然係喺取消定係唔係取消嗰個係定作業。咁而呢樣嘢咧，其實同其他有講嘅，就係救助人員。正方講翻就係作業一半半嘅作業。反方咧就話作業就係一個根據之前咧，就係學習或者學習任務而進行嘅一啲嘅行為。所以老師派嘅咧、指派嘅咧，就係作業啦。咁正方就話唔係過你嗰個字嚟，我發嚟個，我就話是發嚟。因為財不對佢法例禁制，所以就我哋嗰個係真係取消咗啦。
取消咗之後做啲乜嘢咧？咁即係你要自主性學習嘅嘢。去到比較後期咧，先至有嗰個鼓勵同埋強迫嘅嗰個分別。佢其實我到而家我都唔係太清楚，即係講明呢一個係咪你講一個 consistent 嘅立場，因為佢屈出嚟係你冇講過係唔係？係啦，但係你一定要問佢話，你強迫咪即係有壓力，即係唔係？即係。係唔係唔係咁啱啱咯？咁但係你哋係咪advocate一啲獎勵性或者鼓勵性嘅自主性活動嘅自願，咁樣有十個小方向嘅活動咧？咁樣呢樣呢個我覺得你中間都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嘅理解咁樣。但係政府會即係我又唔知呢個政府。預備咗定係即係臨考就係即係，如果嗱，好老實講，如果DM咧，政府行出嚟講話作業係一本本都要作業，你喺書局買嗰啲津貼叫作業，其他唔準嘅話咧，入嚟嗰個 information 係一啲即係好啲嘅話咧，冇人睇翻嘅話咧，即係我唔係錯喎，我唔係話你即係咁啊，你個作業係一個名詞啊，定係一個project 係咯，即係一個動詞嚟嘅，即係個問題係我覺得話錯咗，作業係本本嘅作業，我覺得錯。但係個問題邊一場上面唔係講對錯啊嘛，邊一場上面講邊一個個講法係對我有說服性啲，而說服性對我有其中一個就係你講係有啲係做乜事都要講啲，即係係嘅。你如果我知道你一定。你純粹就話俾我聽，個結果啊，純粹就作業咧係一半半嘅小作業嘅話，我又唔會唔分你。但係當人哋係 charge 你嘅 definition 嘅時候，咁人哋嘅 definition 擺到係厚啲同埋有意義啊嘛，即係你係講一啲有意義嘅都會覺得，因為我作業我冇可能聽一啲內容都冇人聽嘅，我只係會揀一啲對條辯題對個討論嘅咩有意義嘅。咁所以咧，你係同學講，如果你喺同學講作業係一半嘅作業咧，咁嗰個先一定係扣分。第二個例子就係係咗同學講台筆翻嚟嘅問題。第一就我問你嘅小學文化，你讀條翻嚟講嗰啲幾四個位都有，啲字都作出嚟講嗰次之後，你喺度講。咁第一個感覺就係同學就覺得啲你老師成日用唔用一樣嘢嚟去打啦。即係你知唔知道一個你一樣，即係你呢一樣嘢冇咗，你就冧咗成件事。咁二就係係啦，我又會諗到你有個 context， 即係佢廢除咗一啲嘢啦，佢廢除咗一樣嘢，然之後建立咗啲乜嘢咧？或者佢基於一啲乜嘢嘅文化，一啲咩風情，佢解決啲問題要廢除，要到廢除咁 heavy 一張去裁去廢除一啲嘅作業咧？咁呢啲其實你唔去討論，你純粹用條例嚇嘅時候，亦都係用對條對個討論係冇乜意思。咁而對個討論有乜意思？喺我張紙入邊，我最好啊，其實嚟講係都幾重要嘅。所以就係需要當條問題喺度爭嘅時候，當然好可能係條例本身問題，一條條例本身就係爭。我大部分都明白，都同意。咁但係你係有責任。去，我想取多句話，你有責任做一個辯論團，去知道啲辯題，知道答案，都拗啲嘢，拗啲嘢出嚟，要講係令到佢豐富啲嘅辯題。如果唔係嘅話，就你而家就算係喺度發問題，就係咁多。Thank you.
係有份嘢，但佢唔係廢除嘅暑期作業本身啊嘛。咁所以你明白我講咩啊？即係譬如話我今日我出一份 notice 啦，咁就上面寫明咧暑期作業應該要點點點點點嘅。我今日咧就係宣布我廢除咗一份 notice， 咁但係我廢除呢份 notice 係唔係我廢除咗暑期作業咧？其實你可以話係，但你可以話唔係，至少你字眼上唔係。如果我係一個傳統作呢兩個字，我都想。
話我要做小組報告，我有同工，我有合作，要做佢嘅小組報告，淨係打日常，淨係打日常，我係唔要你嘅。如果你唔敢打，因為你本身條小組係唔敢打啊嘛，所以就總抄，你都講話抄寫個作業，全部唔講抄嚟做，總之作業就知道咧，總之就係啲抄抄寫寫，再翻出去就係啲貫徹小組咁樣打，我就唔會再用其他字啦。我要洗屏幕，我就洗咗做，就唔好。唔好甜，我覺得我要出嚟挑啲矮嘅地方啱少少大曬嘅，咁就唔好咁甜。你只要打到咁成就，我覺得呢樣係而反哥，我對我嚟講，我覺得嗰個位係在於組件係寫得好靚嘅，即係好多位都真係睇佢，因為自己本源做啦，自己有可能作戰嘅啦。我冇諗過就個主辯稿由千紅小學去到朱子倫都作曬咧，我覺得有啲位係聽落太唔落到個字長度嗰啲人，聽落都仲係好似你都係一種力量，佢會仲低喺嗰個階級上，或者但係嗰陣時有字例如講休息啊，成嗰啲其實都係見到個字長，咁聽落我就突然間覺得，你本來好有氣勢，呢個寫得好靚，突然間覺得你寫定文咁樣，咁嗰種感覺係會係辛苦嘅，咁所以呢個係。去到後面講戰場嗰個問題咧，即係去到後面講到底信定幾多位咁頭先我解釋到我自己個信念嗰個取向係點樣，當然仲有包括上有包括自己嘅取向啦。如果我會想成場比賽再好睇啲嘅話咧，我諗會再大家要再問一問點解暑期作業會係咁樣咁樣嘅，我需要從點解我咁樣諗起？以前覺得我教書，我冇得教書又冇得睇住班生，我要確保有人喺度嚟做。嗰種教育理念係乜嘢？其實係嗰種工廠式教育啫嘛，就係佢要學懂呢啲嘢，所以我就俾啲呢啲嘢佢，佢即刻咁樣同佢加緊成功一個 check 埋嘅需要嘅個概念係咁。即係我想咧覺得後面嗰個教育理念，即使係反好多嘅，如果你條線係打呢啲就任何嘢都係要選擇，你都係咁樣打。咁我哋聽到，我哋喺後面嗰個轉型，去到後場都碌咗咁耐，打定別人，跟住佢打，跟住講後面嗰個取消對於教育制度意義係咩嘢？就唔係淨係講硬啊，或者講要學啲乜嘢？咁我覺得打出嚟會冇咁悶咯，因為你只要搏硬，打到別人都係講差唔多嘅，都係講硬，都係講抄寫好大問題。咁就攞乜嘢試下先？佢冇再諗下可以講嘅，啲石更加大嘅 pitch， 對兩方嘅建議或者後場都會容易啲，慢慢都做到咁深。咁先至見到大谢谢大家。